跟谁搭都是 BL 剧啊，真的是 BL 剧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肌肉这么强健发达的女性，因为我太太。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，只要相信，天王就会实现。你大家愿望是啥物？当然是赚大钱，还可以当加交几啊水姑娘啊。我想要娶某生几个囡仔，组一个篮球队。怎样？啊，你呢？当然是我妈的身体健康，肯定。你把大家愿望。三立台湾台最新八点档大戏《官翁》，硬一点变出来。这次你们俩是演夫妻，对，就是你以个性在当夫妻，你俩在当演 BL。真谁搭都是 BL 剧啊！我可以讲真话吗？真的是 BL 剧。因为我从来没有碰过肌肉这么强健发达的女性，因为我太太、不要笑不要笑、我会被她揍哎、真的，但是这是事实。目前、有没有情人戏？怎么可能哦，没有没有，就有一点像这个两个男生会打架的感觉。你父亲一点，给大家看一下感觉怎么叫夫妻的样子。要不你黏过来吧，你做得到吗？不，你黏过来吧。你做得到妩媚吗 ？I can't 我。今天没办法，今天这个服装有点帅气，所以 sorry。其实因为他的个性很可爱的，就是很像男生的，所以我不是这样讲的。我常常会，我真的，我常常会跟他说，女性一点，温柔一点，对，我会提醒他，他做得很好。